过来来看到河边的新增国小一日来校门的前庭广场地震哦，讲泥固失修，部分的所在破甲真严重，容易发生跌倒的状况。李伟丹秀报接到丁情，是积极来协助着学校向中央争取经费，进行地震改善工程，完成校园建设，嘛替新增的学子打造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。河滨新庄国小大门口一礼拜震动地震，因为泥固失修，部分的区域破损情况严重，容易造成学生无细力的跌倒的情况发生。学校前庭已经设置超过15年了，那破损相当严重，那常常有民众在这里受伤，那所以一直希望能改善。那这次碰巧刚好有。拜托秀宝立委，还有校友钟汉议员，以及我们家长会蔡文章会长的协助，我们可以顺利争取到这笔钱。那这里平时提供为晚上社区的排舞练习，还有的假日的太极拳练习，那小朋友也都在这里运动休闲。相信经过这次改善之后，未来社区民众在运动上面会更安全，小朋友也更喜欢。李伟丹秀报接到丁情，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，来将规片的镇顶地砖来重新换新的。13号上午也特别到校园来视察施工的状况。在去年度的时候，我们新庄国小有透过钟汉议员向我来反映说，这个学校前庭的地砖有破损，对孩子们活动的空间安全有疑虑。那秀宝也特别的向教育部这边申请经费下来，加上县府的配合款哦，把学校的前庭这边做个安全的改善。那现在是正在施工中，但是今天跟钟汉议员一起代表那。秉贤代表过来哈视察，发现说，他施工品质非常的好，厂商非常的用心哦，相信完工之后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安全的活动的空间。啊，这次呢非常感谢哈我们秀宝委员哈向中央哈争取170几万哈，啊以及我们彰化县政府哈啊配合20几万的经费哈，啊来完成哈这个中庭的地砖铺设，让我们新庄国小的学堂哈有一个。很安全哈啊，运动以及哈休闲的那个区块。但秀宝李伟指出，学生拢伫遮出出入入，尤其是下课时间也伫遮活动，要赶紧将这片地砖融合舒适，为囡仔打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。中华新闻叶宏武何美彩虹报道。